炒面这道菜，十个人九个人在家炒不好。那玩意儿能买着吃，不买卖吃啊？一份炒面12，嗯，14，嗯，你炒吧，是点吧？那学会自己在家，我这炒两份的，你看着呢。嗯、我把饭店15年经验啊啊，炒面是咋炒，怎么炒好吃？你看着啊。你先教啊。对，首先咱准备配菜，自己喜欢啥配菜咱就用啥配菜啊。我准备的是这个是小油菜、豆芽、小青菜，哎，香肠。哎，今天不做蛋炒面，也不做肉炒面，做的是啥呀？啥呀？香肠炒面啊，香肠炒面，洋葱丝少来一点啊。哎，辣椒丝啊也放一点啊，这玩意儿都是借味儿的，是不是？反正配料啥都非常简单，主要就是操作手法，在炒的时候放啥料啊。嗯，炒面我问你件事，放不放盐呢？那不放盐能有味儿吗？哈、啊、你放盐它就完了啊。不能放盐、嗯、不能放盐啊。啊，然后这不全搁这儿吗？再准备点胡萝卜，再来点胡萝卜。好嘞，再切点胡萝卜丝啊。哎呦我这玩意儿放点胡萝卜，哎，配颜色呗，别切太细啊、哦、啊，粗点切的，切匀溜的，切稍微粗点，像火柴杆那出就行，太粗、啊、太细了这玩意儿没有口感。哎，虽然说这炒面非常简单，但你不配细节，你做这玩意儿就不行。全部准备好了，配料面条，接下来咱们开始煮面条。煮面条都会吧？面条煮熟了，这会儿煮面条的时候我就卡了，没啥用，是不是？嗯。煮面条他也不会煮啊，这就市场买的那个切面。切面。哎，然后煮熟面条重点是啥呢？要用水呀、啊，给它稍微过一下啊，要不然太热的时候呢，它粘了不抓，你一炒吧，它不好吃，容易粘上。对，它口感不好。嗯，好，这时候咱们开始炒了啊。好嘞，注意细节手法啊。嗯，这时候咱们碗里面准备两个鸡蛋，你刚才说了不放啊。我合计你不愿意吃吗？你这两天感冒了啊、哦？哎呀，我给你补补嘛。看你行事啊。完了呢，热锅凉油啊。嗯。先把胳膊给它溜一下子，要不然它炸鸡蛋时候粘锅。过了之后，看着没？看着了。咱们再给它倒出来。哎呀，倒了之后呢，再重新揣点这个凉油，这叫热锅凉油。嗯。哎，这时候甩小火了啊。接下来咱们要别眨眼睛啊，看好了，咱们要煎个蛋饼。看着没？看着了。从中间往外撇。哎，看这小蛋饼，看看，哎。哎呀，你看，一点不粘锅吧？嗯，哎，好，这回这蛋饼呢，咱给它翻过来。哎，没录着吧？太快了。没录着，你再说你手法太快了。嗯，镜头都跟不上。你跟没跟上？说没跟上呢。你看，说我手法快。哎，看好啊，这回你看看啊。这个蛋饼摊完之后呢，看，先放这儿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啊，炒面的手法一定是吧？一定要锅气足。什么叫锅气呀、啊？锅要热，油要热，下里青菜唰瞬间一下，刺啦一下子，刺啦一下子。你必须得这样给它锅里加油。嗯，看好了啊，开到你家最大的火，油热的往里干啊。看好了啊，好，下。哎呀妈，这炒啊，开炒。这回你会发现，是不是有一种这个路边摊炒面的那种感觉？啊，这小子这个以前卖过炒面。我摆过摊儿啊，你搁那插着把火，好啊，把豆芽油这先给它炒熟，炒出香味儿啊。好，这时候青菜炒熟了之后，看好了啊，啊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酱油，酱油啊，全程不放盐啊，只放酱油，啊、看着没？看着了。这是一份的面条，两份的面条放这么多啊。然后这啥？这老抽，老抽，老抽搞里啊，以老抽找颜色啊。好，然后咱把面条搁里头。搁里之后呢，看着没？这加半勺的清水，要不然你炒出面太干不好吃。你还得加点水。好，它这盐热不够呢，再加老抽。啊，为啥不让加盐呢？因为炒面得需要大量的老抽，老抽齁咸齁咸。啊，老抽也咸。哎，酱油也咸。这时候调味看好了啊。看好了。调味咱放啥呀？放点味精。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鸡精。啊。然后呢？糖呢？这是糖不？这是盐。这是糖。这是糖，尝一下啊，尝尝，必须得少放点糖，是提鲜味儿啊。鸡精也是咸的，酱油、老抽都是咸的，所以说你只需要放鸡精、味精跟白糖就可以了。好、啊，看看，直接往里一放，这么一炒，嗯，炒起来啊！哎呦我去，这炒面看看有没有食欲了你？哎呀，有，啊、好，
最后看着没？看着了。鸡蛋你往上这么一搁，给它翻个个。OK 了，出锅了。啊，出锅了。这炒面看有没有食欲？有。哎呦我的妈！看这炒面们了。哎呀，有没有食欲？嗯。啊。耶耶耶，等勺上了。哎，有点馋勺了。哎、有点太长，有点面条馋勺了。哎呦我去，这炒面，你就吃去吧、嗯、啊！这一大盘子，比你在饭店买的都得超过两盘了吧？那不咋。哎呀。啊、长得这么多，以后记住了 啊！炒面你就像我这么做，有的时候我愿意吃陈醋，你不后最后出锅的时候你不放陈醋，它就没有灵魂。你搁别人正经饭店炒菜的话，你给人放陈醋，人不吃陈醋呢啊！谁愿意吃把瓶子玩意一放，自己就往里放就完事了啊！后放叫啥呀？搁这干的？来，看这炒面，嗷嗷有食欲啊、哎！以后记住了啊，家里面炒面就像我这么做，而且还特别简单，这几块钱面条，三块钱面条，六块钱面条。嗯，哎，我干这一大盘子，吃去吧。好，把屏幕怼过怼过。嗯，这盘咱别多卖，卖24。好嘞，6块钱，咱说不得卖24吗？